好的，创建一个世界，看一看佛在哪里。哎，好，进来了。不是，哎，喂，不是，这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，在本次生存之中，我只有半滴血。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呢？本次点赞如果是双数的话，那么就立刻更新下一期。前面那块有村庄，一会儿过去看一下。哎，就在前面，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小木屋子，录完这棵树。好的，哎，不是，有一个苦力怕，没事，先不管它，咱们去前面的，不是。没事没事，前面就是村庄了，咱们看一看村庄里可以偷啊，不可以借一些什么好东西啊？这边有一个床，先借走啊，然后再看一看前面那个屋子里有什么好东西。等一下，这边怎么有小白？小白，等等等等等，走位走位啊，咱们先睡个觉好吧？这个晚上有点不太好，好，先睡个觉。好，然后现在已经天亮了，这，你就门口等着我呗，这。这半滴血也太难生存了！哎，这边有箱子，好的，有一些装备，有一些食物，看样子现在就是个食物方面，咱们是不怕了。这边有一个钟，敲一下它。现在又到晚上了，这边啊，这个屋子啊，这别，你们这不太好吧？别，看一看这个屋子呢。哎呦，蜘蛛，小心一点。不是，你们这咱们再换一个屋子，看一看那边的屋子。不是，哎，习惯曾经那个血量之后，现在有点不太习惯，就半滴血就蹦也不能蹦，跳也不能跳，不是，哎，不是哪儿来的？是，咱们先挖东西好吧，咱们先做个石镐，咱们去下矿吧，这上面太不太平了，这动不动就有个什么僵尸摸你一下，很烦。啊，好，咱们现在已经下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了。现在这边就已经不会再有什么僵尸啊之类的，然后去骚扰你了。哎，刚刚在陆地上真的是动不动就一个僵尸挠你一下，动不动一个僵尸射你一下，然后还容易在上面不小心跳一下就死掉了。你看下了矿就平安多了，是不是？就又没有僵尸，又没。不是，没想到这边刚好挖到了一个自然洞穴，有点尴尬。哦，不是，那我怎么下去捡装备？这完了。哎，这次就不会了。哎，这次我拿个土方块，我再下来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极限我搭一个，哎，打把机制搭在公屏上，哎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机制。哎，这边好像是挖到了一个人工矿洞了啊，没事，这边哎一个苦力怕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小问题啊。咱们只要哎走位，哎看到没有？咱们只要走位很流畅，它就炸不到咱们。哎，两个也没关系，哎，两个也没关系。咱们只要跟它拉好距离，哎，没爆，哎，拉好距离，好的，没有炸到我就没有关系，哎，一点事儿没有。哎，不是，哎这就没有关系啊，一点事儿没有。哎，不是，哎这。哪来的小白呀？刚才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发财了！哎，这边有铁矿，哎，咱们就可以做个什么盾牌之类的，可以防一下小。